要给小一的礼物，请小一，好，请拿。眼睛闭起来，手伸出来，眼睛打开。这是谁？谁？Elsa。对呀、啊，是 Elsa 娃娃，而且里面可以装东西，它是一个小包包、欸，哎，要打开吗？要。快打开。哎呦，你要跟干妈说谢谢啊！谢谢，就新年快乐！谢谢哥哥，恭喜发财！还有嘞，帮讲这个，我不要这样子啊！他可以像包包一样用挂着啊！不要啊！他拿、啊，你只要抱啊！嗯，那怎么办啊？好、欸、可是他这可以当包包哎、欸！等一下还有，小一还有第二个礼物哦！还有第二个礼物，你先眼睛闭上。对，还有第二个，九二十，你先挂着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好，我剪掉，眼睛闭起来。已经数到十，还有第二个，等一下帮你，等一下帮你剪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数到你自己用讲的数到十。数到十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红包，恭喜发财！跟爸妈讲，看这边。恭喜发财！好，拜拜。拜拜。